京剧神童陶云生。哎，他也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啊，这么快就编进来。陶云生走上台，唱上了，身打一躬啊，尊一声各位朋友，要你们试听啊，感谢您百忙之中前来捧场啊，能不能齐刷刷地来点儿掌声啊，谢谢。我就纳了闷，这些年我教出去二人转来，你看了吧。刚才侯阳在这儿给大家一嚷嚷的时候呢，大家说让他让一个是吧，就上一个，就是他上一个。大伙儿的掌声胜心难却啊，别大伙儿好像一个外号叫纪晓岚，你们贴着侯阳的劲。哎，唱一个，哎，唱一个，大家想学什么？我想学这个时间也太晚了，花山面太长，主要是有点一起唱啊。一见公主到林间，为我等。啊，叫掌声。让你宫门交响。